王思佳过去以炫富完美形象在演艺圈行走，近日却连环爆出穿戴名牌假货风波，让人设彻底崩塌。尽管他已多次澄清包包不是假的，还在直播中哭哭，但事后他又被发现偷偷删文，疑似想掩盖证据，让事件迟迟无法落幕。而过去他也曾因绿茶婊事件多次和赖维如隔空激战，这次他人设翻车，好多人都好想知道他的宿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近日赖维如飞往泰国度假，可以看到他的社群全是一堆旅游美照，但网友似乎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，留言直求问他为什么都不发表对王思佳的看法，明明每天都追着新闻在看，晚上睡觉还想到都在笑，为什么要憋成这样。结果真的调出本人回应，因为跟我无关啊，说自己不爱对新闻发表太多或蹭热度，自己过得精彩活得漂亮才比较重要。看到留言区网友吵成一团，他还笑哭劝大家不要为了包包吵架，只能说这一波维如大胜，这个回复真的太高 EQ 了。